姐姐的话和陈麻风小开邱世凯听到了。传说中最痴情的马桶小开，曾痴痴守候志玲姐姐20多年。前年11月，终于爆出新欢，是年约30岁的上海姑娘，名叫 Ariel Zhang。和48岁的邱世凯年纪相差将近20岁。Ariel 外形甜美，身材也非常火辣，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。据查，她毕业于上海名校交通大学 ，IG 也有不少贵气的跑趴日常。同框明星好友包括萧亚轩、周兴哲、毛嘉恩、吴建豪前妻石真善等人，和演艺圈渊源颇深。虽然身边好友都有外国背景，但据悉 Ariel 并非 ABC， 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。邱世凯友人对 Ariel 的评价都说赞。2022农历22号星期二的大日子， Ariel 当然要把握放闪的机会，送上两人捧脸小花照，并在 IG 写下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祝我们2周年纪念日快乐，爱你哦。重点是这张照片，卡地亚 Love 系列 18K 金款式对戒，螺丝状巧思象征爱侣紧密连结，再配上两罐豆底可乐，小编立刻嗅出喜事的味道。没错，邱世凯有人向苹果透露，两人确实已经订婚了。把的邱世凯作风低调，没有公开喜事，反而是女方刻意在 IG 高调po文宣示主权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是从浦东回来哈。其实邱世凯过去会受到关注，全因多年来他默默守护志玲姐姐。2005年志玲姐姐大连坠马事件，他送花慰问，卡片还印明星又传情，中间两人一度传出婚讯，无奈女神只把他当作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。直到志玲姐姐沈嫁阿基拉，才让邱世凯真正放下，痴情男子汉绝对是你。但小编还想再颁给他一座好好先生奖。现在会不会想要找新对象？家里有催婚吗？一直唱，谢谢。今天要送给志玲姐姐吗？你们家是好朋友吗？会急吗？会啊，这样子。我也想说，赶快把那个志玲的亲人加上。吃饭怎么样？我又来拍你。谢谢。你当那个伴郎心情怎么样？上次有见你吗？有啊，你当完伴郎，今年有没有准备自己也当主角？有，因为我看。娱乐动新闻，2022愿望达成报道。